3月12日，有网友晒出在上海外滩偶遇张翰、王丽坤拍摄新剧《海洋之城》的照片。只见张翰穿着夹克装，搭配黑色裤子，长腿醒目；而与之搭档的王丽坤梳着花苞丸子头，着深色外套配白色帆布鞋，少女气息满满。两人一丈一吨的身高差也略萌。9号，张翰和助理曾被网友在香港机场偶遇，当时两人疑似迷路。《海洋之城》是首部将镜头瞄准邮轮旅游这个行业的影视作品，在开拍之前整整筹备。为了3年，游轮业一直被欧美人所垄断，而此次张翰饰演的角色正是这个行业中的首位华人船长，能够主演这样一部有着特殊意义的电视剧，主演张翰也颇为自豪。对于我而言，加盟海洋之城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以前国内从来没有过类似题材的作品，很新鲜也很励志。我们所有的场景都是实景，船方都很配合，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感受到的。王丽坤也表示非常开心，化身正能量接地气的萌新导游，像个小太阳一样温暖身边的人，也直言每天面对浩瀚的大海拍戏很特别。